shit. Hello， 我是香香，今天来玩这个沙王 Monster。OK， 我们要通过这一层层的关卡哦，从这边跳过去是吗？哦，中间这边还有好多废弃的车子，这应该很简单吧？爬过去，然后中间还有个小桥，上来之后还有个像这什么滚轮的东西啊 ？OK， 然后旁边还有很多奇怪的树，还有这个货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上来这边，然后通过，哦，要飞跃啊，怎么飞跃过来啊？飞上去啊，是吧？机会吗？然后再穿越这个地形弯道啊，哎，很多奇怪的路障，然后再一路的往下滑，滑，那我碎石头哎，这样子阻碍我的道路啊，对，碎石头 ，OK， 这边有个平面的，然后再上来。越过这两个货柜，一路到这边，前面有两个车子挡住了，这样子可以顺利过关吗？感觉有点困难啊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开这台沙王，沙丘之王 ，OK。然后后面那台车我就不想开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台车比较好开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开始还蛮容易的嘛，对不对？哦哦哦哦哦 ！Oh my god！ 好危险啊，会不会掉下去啊 ？OK， 那我八股，哇，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，哎呦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哦，我瞧一下位置哦 ，OK OK， 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，一路过去。哟，其实还蛮容易的嘛。嘿嘿，差一点，不要掉下去了，拜托。OK， 好好好，稳定稳定，稳住啊稳住。OK， 慢慢的开过去哦，开过去哦。哇，你看那下面好多树啊，好漂亮啊，新的模组，增加很多树。爬过去爬过去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哈哈哈哈。那我作弊一下，好，我们刚才。已经通过这条蓝色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红色的货柜上面好了。哎，我先瞧一下位置啊，这算是储存点。OK， 我们从这边开始，好，先穿越这两个奇怪的轮子，那好像是养猪的地方吧？猪的那个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我先通过这个障碍。一路上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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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呜呜呜呜！哎呦，哎呦！哇，居然过了啊！那么还蛮顺利的啊，蛮顺利的。哎呦，这个位置不太好瞧。不太好用啊！我是不是要先回转一下？我只是加速一下就冲出去了啊！好，让我再回复到刚才那个地方。OK， 刚才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这边重生。好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。OK，OK。好，不要掉下去了，不要掉下去了。OK，OK。好，不能油门不能踩到底啊，这很危险啊。哦吼，哎呦！轮胎会弹起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对，哎，我看不到，到前面挡住了，哎呦，再转一下弯，转一下弯，哎呦，弹起来，绝对会掉下去，哎，要掉下去，哈哈，要闹的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重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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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重新回到刚才那个地方，也是这吗？不对，这好像起点啊，这好像起点。我开回去啊，开回去，我要开回去。不对啊，这里不是啊，我要从这边开始才对啊。对啦，这样才对。OK， 我们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慢慢的过去啊 ，OK OK OK OK，
这次就给他加速啊，哇，加速，快点开过去。哦，有比较稳定一点了，来，来再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弯。太小心翼翼呢，就会掉下去，开太快也不行。是跳跳车吧？有 ，OK， 好，那我转一下，转一下，哎，小心，不要掉了，好，OK 的，没问题，哦，过了。耶、yeah, ，那现在是要一路往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没问题。Hello， 对哦，冲啊！哎呦，好陡，这样可以一次过吗？直接飞跃了，什么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不行，让我再，我要重生点啊！重生点是。应该是这个平台这里嘛，因为从上面下来，马来西亚我再从上面下来好了，挑战一下可不可以一次到位？调好位置啊，冲啊！好陡的，我觉得这样根本不行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不可以，我应该从这边跳才对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它会翘起来？我觉得它好像有地方有凸起来是吗？它是不是有凸起来的地方？所以你车子开过去会弹起来？看一下，对，它旁边有东西，不让你车子弹起来，所以我又失败了是吧？好，没问题，我再一次。这一次我选择在这个平坦的道路上面。觉得我们这次慢慢开啊，因为我觉得它会弹起来。我瞧个位置都不行吗？怎么这样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过这个。然后卡视角。往下，好，放这里，我翻一下车，嘿，又掉下去了。OK， 出发，加速 ，OK， 慢慢的加速哦。我先后退一点好了，有点危险。哦，其实慢慢开就可以过了嘛。啊、那个洞会不会掉下去啊？这不会耶，是火车吗？有点像火车。哟，这么容易就过了，哈哈。是哟，哎，过关，太好了，哈哈，太好了。难不倒我嘛，对不对？虽然中间有一些重生点，也不错啊。开下去，对吧？OK，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脚下面，然后有个水那边小瀑布啊。哦，你看到很多树，那个树呢是新的模组，然后你可以看，哇哦，翻越，有办法？哦，不行啊，然后直接撞到树了。我本来想说给它翻过去，然后又不会翻车这样。欸、我发现这个新的模组还蛮好玩的，它那个树啊都长很茂密，有没有？让你看起来就真的很像在树林里面，还不错哎，这个。哦，哇，居然可以爬过去！哦，
然后我在测试它的性能，这台车真的还不错哎。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人在垂死挣扎，他们是不是在火拼啊？救他吗？这好像支线任务吧？不是，这好像是一般的类似支线吧？我想。哦，它是有那个是手提枪吗 ？Don't do it. Stay away from that. 我要拿怎么样？管我，不需要拿。去死吧你！哇，获得好多钱啊！要下来了，来，赶快走。我要逃离这里，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简单。我发现他平地也蛮快的，哎呦，哦，他被追了，又要爬山，爬山或许有机会。又不信车子上了来，我要爬山了，来吧！喂，哇，吼吼，帅哦！哇塞，哎，还好没有翻车。来来来，来追我，来追我啊，来追我啊！我又不相信你上了来。喂，哦，有棵树，有棵树。不行啊！加速！不会吧？还在我后面？他也是越野车哦！哇，黄色哦！等我上去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。等我一下啊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这台车还蛮好爬山的哟。哎呦，你撞到车！我报仇，我报仇！哈哈，太好了，获得25000啊！今天再扫射一下，哒！下车查看一下，是不是都倒了？继续扫射。地上有钱哦，什么？没一点点，太好了，我离开这里吧。